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Justina。那当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呢，我的新歌《虎年新年到》已经发布了。对，然后这次是和我的家人。宽 family 一起就是推出的新年歌，也是我们第一次啊，其实。然后大家看到那个歌词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有发现哦，因为毕竟是我们第一次一起推出一首歌，也有可能就是观众不了解我的家人啊，所以就是有一点短短的一个 words intro about 我的 my mom and my dad， and then 就是。我弟弟 rap 的时候就是关于他，因为他是来 DJ 这样子。其实这次真的是有很不一样的体验，因为平时的我们大家有看到就是都是拍TikTok 这样子，然后很难得这一次我们可以一起拍一支 music video， 然后其实过程也是不简单，因为也是我爸爸妈妈第一次参与 music video， 所以一整天的拍摄对他们来讲也是不简单。然后我们用了两天来拍摄，再来就是我们也抽了就是一个晚上来排舞，就是爸爸妈妈就是完全没有埋怨，而且很兴奋的来参与我们这样子，所以真的是很开心。然后出来的那个 outcome 也是很好，也谢谢大家这么喜欢这首歌，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这首歌。这是 Vivi。Hello。嗨 ，Vivi。我从车上来的。对啊。这边很多人从车上。猫咪母在说你，虎年让你。在录着吗？有的录着，在录着。但我第一个星期的就是跟我的妈咪，那我就是讲她是母老虎，然后过后就会是我妹妹跟我的爸爸的那个 solo 戏，好紧张。然后这支 music video 呢，如果大家有发现的话，是加了很多 TikTok 的元素，因为原因是我和我家人是从 TikTok 开始，就是一切都是从 TikTok 抖音开始，所以我就决定我跟我家人决定了，就是要加一些那些 TikTok 的 transitions。然后大家有没有算哦，到底有几个 TikTok transition 在里面？其实那个画面就是我妈妈是母老虎，然后她就是会骂我这样子，然后我爸爸就讲说她平时不谁的可能就是她平时都是这样子很凶，所以我就把这一段留给我妈妈母老虎吧。其实我妈妈是家里最凶的，不瞒你们说。你跟只是很自然。 OK， 她害羞啊，害羞。她嫌弃我，他的心里话，他在我这里抛弃我的工作，你的才华。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。其实每一次准备一支 music video 真的是很不简单，就是从歌词、direct， 然后就是想出那些MV 的 flow 之类等等的，都是哦，还有造型啊、发型啊。快点掉下来！认真，认真买。我要睡着啊。Boom! Come back!
K 歌星是什么 ？K 歌星是变装是吗？变装，然后金口人。对，换手给我看，因为你这样很 K，就是不得了，用右手。然后这次我也是，其实就是汗毛都包到完。可是其实我很 enjoy 啊，因为毕竟是我的歌，我家人的歌。一起爆笑，欢庆虎年 ，right and right and left and left， 好 ，OK， until here， 我们再来 ，one two three four five。你值得拥有最好的。OK， 来，年初一样子，二十九岁。OK， 来拍一个，直拉对称。耶、yeah, ，新年到了 ，Vida 西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这是什么场景？现在是开头 intro chorus， 然后这是 one action， 由我开始。还是这样，吃不好睡不好，希望作品好。讲话有不满。如果我会出去，会一个看不出。
个水牙签。你不用护耳钉，呼呼上外，呼呼上外，就像讲人喜欢护耳钉，呼呼上外，呼呼，呼呼上外，呼呼，哇哇，满足劲，来马明，不要输啊，呼呼上外，五来，呼呼轻点，啊。Last scene of the day? No, not really. 我们现在要拍的是那个 wipe it 那个 transition， 然后还有慢镜头的那个 trend， 然后过后就是我弟弟solo， 然后我就会进来骂他掉吧掉吧，就是真的这样，然后就 rap 可是明天早上七点就要开始拍。晕倒晕倒晕倒，所以你四点半起来。黑啊画的黑啊画的黑啊，就下车的意思。我们现在换场景啦，拜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